大家好，这里是茶文阿丁洛尼。那大家看我今天眼睛这样睁不开吗？因为今天那个中国有嘻哈的克里斯吴亦凡那个郑总啊，出示李嘉恒户证明吴亦凡的见面啊，他们要叫警察，叫警察喷了辣椒水，所以我眼睛这样子睁不开，已经 I survive 的来三小时以上了，得来 house 以上了。今天做什么事？把我们东西都丢地上，好霸气哦！因为他不知道玩救世者之术的是，哎，查伟，永远看着那个 Olivia Olivia Tiffany， 好霸气哦！因为就相信那个剑走佛莱迪，硬抓让他。好霸气哦，硬爪，好霸气哦！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件事，这咪的一只眼睛，鼻子还是超挺的，人还是超正的，鼻子超挺啦，人超正，不是没鼻梁的莫会谁？马胜啊，爸爸，他以为是 Olivia Tiffany 啊，马胜啊，他以为是莫会分的马。听不懂的话，他以为是 LA 剑总秋月呢，马森啊，听不懂人话对吗？爸爸，看我眯起一只眼睛，因为真的睁不开，超痛的啦。脸小，人正，我给大家看看。最下要装什么？大家看地上有没有笔电包？笔电包，有人看不到条码，还说我骗人呢、啊？有人看不到条码，说我骗人。条码，看不到条码，你看不到条码，怕吧？吴亦凡，见怕吧？看不到条码，条码都看不到，471-3575。131-760，谁看不到条码啊？白痴吴亦凡，还好吗？是看不到条码、啊，贱逼！看不到条码，你不是看不到条码？你看不到条码、啊，谁弄我们？不行吗？闭着眼睛都比你正，正太多了啦，懂啊？开心吗？天闭眼吗？那闭着眼睛都比你正，正太多了，懂啊？爸爸，我一般不看不到条码 ，SBN， 好霸气哦！你看不到这个是五折，还以为别人的呢。重新看这条码，吴建总一凡，再告诉你，闭着眼比你正的、啊，爸爸，行吗？爸爸，超正。是吗？爸爸反。